信，还有这些。这桌上前面是什么样子？超多东西，是我们去参加年终大会抽到的礼物。没错，然后我们有准备，相对的其他的 YouTuber 有，然后我们就跟他交换了这些，一个一个来介绍吧。好。但是先不要走开哦，记得看到最后，因为我们等一下会抽出一个神秘大奖，这个世上独一无二，跟甜甜有关，一定要看到最后哦。对，好，来吧，好，从那边先，从这边开始。这三个 set 是一组的，这是孙生送的，孙生对孙生送的。然后呢，这是什么？大干面、红油担担面。他说大家在拍片的时候，肚子饿的时候可以吃。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小熊维尼的果冻，还可以当存钱筒哦，祝大家发大财。我们这次交换礼物的那个呢，就是500块以内的礼物。对对，然后呢，你可以去跟别人交换，然后还可以去抢别人礼物哦。我们这边有些礼物就是抢来的，哎丢，抢两次，100块可以抢两次，就是你的了，没错。然后我还有一个钢弹，他说叫什么钢弹我忘了，就是叫钢弹，他最爱这个，他有一个名字，对，他说他最爱这个。我抽到礼物，然后他就说啊，请问你是谁？然后我就说我是坐你旁边那一个，他就坐他旁边、啊，上一秒才刚讲完话，对啊，下一秒就说哎、你是谁？好厉害！好，再来这个猫。摄影大哥抽到的是什么？它可以这样，对，可以暖手。哎、欸，剪片的时候很有名啊，是萧稿那个动画的小黄的那个，没错。这个冬天呢、剪片冷的时候就可以放进去，很温暖哎。那请问你放进去之后，你要怎么剪片？就是休息的时候啊。放我抽到这个，这个超棒，巴斯光年。今天讲这个超多人要的，我抢来的，这是我抢第二次哦，就是已经被抢过一次后，我在抢的，所以没有人可以再跟我抢了。它会发出声音，对，按一下。Oh yeah， 听不懂。它是迪士尼的耶，对啊，这边还有价钱耶，真的耶，港币298哎，他去香港买的。1000，就是剩下的1000。对啊，哇，我们还是500以下。对啊，我们500以下。换我的，这个是迷你电暖器。现在是冬天，这个 YouTuber 非常的贴心，像这种迷你的就可以放在桌上，打电脑的时候呢，手会冷，对不对？你不可能那个戴着手套，所以你就这样子把它，然后会暖和，就是。Kiki 那个女生，我们有出现他们的影片哦，可以去那边看一下。我们会想要跟他说他喜欢玩躲猫猫，对，我们会再跟他合作，期待一下，期待一下，应该很多人认识他。最重要，没有，还有这个，那个，这是我们只要去参加年终大会，没错，这个蛮棒的，这个背带，对啊，这是一个零钱包之类的，对。我觉得这其实蛮好用的，因为如果女生啊生理起来的话，就可以放里面卫生棉之类的。接下来还有一个，这个放护照的这个旁边 logo 在这边哦，独一无二。我跟你讲，很多人很喜欢 YouTube 的东西，因为在市面上几乎不会买，对，没错，只有我们 YouTube 去参加。YouTube 的活动的时候才会有到，没错。好，好，最重要的抽奖来了，好不好？来了，来了。噔噔，这个是什么呢？甜甜，这是我的手。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因为大家好像都不喜欢我们的礼物，很奇怪耶。我们没包得很可爱，你知道，最后就剩下我们三个的礼物在桌上，然后都没人要，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就这个没有人拿，所以我们只好默默拿回来。我们是偷偷拿完，因为有点丢脸。然后就刚好我的没被拿走。但是呢，其实这礼物我觉得很棒，因为我们是用心去做，而且独一无二，只有一个。我们现在直接拆开来给你们看吧。对，看看我们到底是送什么。小心啊！哇，这个这是甜甜的手，一模一样哦。一模一样，有没有独
一无二，这是我的手，你这样就可以跟他近距离接触。而且这干嘛的，你知道吗？它是可以放像这个戒指啊，对，虽然有点太粗我的手，还是很实用的，好不好？也可以放戒指。好。要怎么抽到甜甜的手呢？请你到吃货们的粉丝专页，在 FB 上打吃货们，然后呢，在粉丝专页找我们的这部影片底下留言，这很重要，关键字就是我要甜甜的手，我要甜甜的手，要打对哦，我要甜甜的手，这样才会抽得到哦。好。好，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，就在下面帮我们点1000个赞，我们就会继续拍哦。记得帮我们订阅、分享、开灯。那之后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！我要甜甜的。